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区广东省汕头市的会员李怡宏，目前正参加第三期的经理培训。现在我谈一下本人对 MMM 的认识、理解还有感受。首先，MMM 不是银行，不是公司，也不是什么组织，单纯就只是一个社区的互助平台。MMM 的理念和精神是建立在一个慈善互助的完美的金融体系，以互惠和仁爱作为指导方针。首先，平台注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资金在会员之间是直接对接的流通，不存在跑路啊、官网啊一说。平台的理念是玩家要诚信第一，在操作的规定的时间内要完成操作，这先很有效地提高了效率还有质量。系统的后台页面很简洁，设计非常完美、成熟到位。我感觉这是一个品牌形象的概念。对于国外服务器的访问速度，他们后台的服务器访问起来的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还是加了锁。单纯一个 S，这是花巨额资金打造而成的。仅仅一个锁的区别，提高了多大的档次呢？通过资料视频的了解，我知道平台创始人马夫罗蒂先生的格局还有想法是多么的伟大。这个影响力是多么的非同凡响！MMM 前所未有的互助模式进入中国市场之后，瞬间秒杀了所有的资金盘、拆分盘模式，参与过的人基本为之模式而点赞。平台能够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的匹配，用比特币账户进行匹配。这也说明了平台市场的张力还有底盘之大。在中国国内缺乏投资渠道的今天 ，MMM 互助社区以一个全新的模式于2015年4月份进入中国市场，在俄罗斯已经稳定运行4年多的基础上，MMM 社区这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投资创富的渠道。社区运行规则完美，反作弊手段成熟，没有欺骗，没有所谓的吸金账号，系统的稳定性还有技术性很强。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进场出场，留下来的全部都是一些讲究诚信、高效守时、拥有大爱的一些优质玩家。现在对比一下中国的山寨平台，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啊！这也说明了 MMM 模式是多么的受欢迎。我觉得 MMM 将会是中国互联网投资领域的一匹黑马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免费注册，我也有一些感觉。因为是免费参与的概念，所以有一些玩家的质量还是要有待提升的。我们需要推出更好的方案，从源头上限制这些低质量的玩家，从源头上把关进场者、玩家使参与者的都是很高质量的存在。全球统一的后台都是一个 MMAOffice.com，MMM 真实性查证全球网站排名第8666名，这些都是有依据可以查询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这个 MMM 30天强制出局这个规则，这个真的很完美，它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内循环，就使这个旧的资金链时刻的不停的循环进出场，这个是
这个规则是非常的完美的。这就是我对 MMM 现在的认识、理解，还有一些感受。谢谢大家。